我爱腌黄瓜，腌黄瓜是爱，腌黄瓜是生命，我爱腌黄瓜，他们让我感到快乐。腌黄瓜，腌黄瓜，腌黄瓜，完了完了完了，卡蛋卡蛋，喷喷。如果单纯的找话，那就其实还好。哎呦，查尔斯哎，哦，什么声音啊？什么东西？哦，绿色的火车。哎呦，这个细节做得不错哦。这也代表说我们在游戏里面使用什么样的颜色，那我们标题呢就会是什么样颜色的火车。哎，只不过有个小问题，这个绿色的火车，你不会觉得它很像是某种移动式的花椰菜吗 ？Weird, buddy. Hello， 各位你们好 ，DK 今天为你带来是 Choo Choo Charles， AKA 也就是蜘蛛火车。相信各位跟我呢，今天会一起来这个地方呢，都只有一个目的而已，对，处理掉查尔斯。只不过呢，说的比做的还简单。你看我们上一集哦，已经升了这么多攻击力跟防御力，结果跟查尔斯单挑的时候，我们还是被打趴了。Damn！ 那我自己觉得啦，真正要处理掉查尔斯的方法呢，可能并不是使用我们的武器，可能是像尤金一开始跟我们讲的一样，他已经设置好了计划，然后呢，我们只需要去跟他认识的那些朋友呢讲讲话，然后把那些计划呢部署好之后，可能到时候呢就可以彻底把这个查尔斯一劳永逸了。那当然也希望是这样啦。那我们接着的话呢，就来继续我们的查尔斯之旅吧。Let's go。哦，我们回来。Hey， 火车可以拉这个，可以拉火车那个什么，那个宿敌。不对，那个叫什么？哦，我想起来了，车敌啊。对，应该是车敌。哇靠，这个小细节他有做出来哦。哇、哦，然后这个车敌的下面呢，它还有一个奇怪的图腾，这个图腾能用吗？不行，好啦，那为什么我的车还是绿色的？我明明记得我上一次的影片最后已经把车换回了黄色。OK， 应该不会再变了齁。好的，各位，那我们上次的话呢，完成的那一个应该是南方的洞窟。然后除了那个洞窟之外呢，我们还拿到了一把新的武器。这把武器他们好像称作什么杀虫剂，那实际上呢，它是一把喷火枪。你看，抱歉哦。哎呦，好快啊！你看，一下就过热了。是他这个声音哦，吓死人哦！我还以为是查尔斯哎。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话呢，就要继续来往下把后面的 NPC 都解完。我待会的话呢，应该会先停在这个地方，先把这附近三角形的 NPC 全部先解完。然后如果解完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回来这个地方看一下。好啦，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就先去那个地方。A few moments later， 物资，这里有物资吗？都没有。哦，来了，查尔斯来了，喷火枪给他喷，呜、哦、呜。哎，他血库好快，你看他血库很快，但是好像还不够。完了，卡蛋，喷。OK， 我就要等他过来的时候再喷，会比较划算。你看，我们应该差不多停下来了，可能超过那个点了。快滚啊，查尔斯，你在破坏我的计划，你知道吗 ？No， 快！这冷却怎么这么慢？我们到了，超过去了。可是我们已经可以扣到查尔斯那么多血嘞，喷火枪好猛哦，喷火枪。已经到下一个那个转折去，快推！先停，太过去了。这哪里啊？哇，我们已经超过这么多了、哦。我们先往回退好了，退到刚才那个点哦。太恐怖了吧？哎呦，这里有个小木屋哎。虽然这个地方的人好像都是住在小木屋里面啊，但这栋看起来比较大嘛，对不对？也算蛮特别的一个地方。这可以进来吗？哦，可以进来。等一下，那怎样？腌黄瓜女士 ，What the hell？ I ate the last jar of pickles I had in my house, and there's only one jar of pickles left on the island. My secret jar of pickles. What the hell？ But I lost my pickle key. 哈？ Someone else on the island might have some lost pickles. 该不会？等一下帮他拿酸黄瓜，酸黄瓜女士真的不是叫假的，酸黄瓜。好，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啊？这里好像哦，有一张纸条。等一下哦，有一些废料可以拿。好像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来看一下纸条，我爱腌黄瓜，腌黄瓜是爱，腌黄瓜是生命，我爱腌黄瓜，他们让我感到快乐。腌黄瓜。我跟你讲，来到这个地方呢，我就有一个感想而已。好，那个什么腌黄瓜洞窟这么远哦。OK， 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就先帮他拿这个腌黄瓜吧。哦，他这个下雨天的氛围好赞哦。这什么地方啊？怎么有一个很像是什么炸弹还是什么
子弹的东西，还是那个是蜘蛛卵，然后里面会爆那个小蜘蛛啊。洞窟的话呢，就在前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那个什么其他东西啊？希望有腌黄瓜以外的东西。哎、欸，那个紫色染料，紫色可以，紫色可以，不要绿色。好的，那么这个地方呢，看起来就是什么腌黄瓜洞窟，那来帮他拿那个吧，腌黄瓜钥匙，腌黄瓜，腌黄瓜，腌黄瓜。腌黄瓜，腌黄瓜，腌黄瓜 ，yes， 还有腌黄瓜。好的，你腌黄瓜来了。不客气。好的，酸黄瓜女士。我还以为他要给我们酸黄瓜哎、欸。哟，这个人真的看起来不太正常，我们还是先离开好了啦。我们再来的话呢，先往前到那一个分岔口那边。我想先去解海边的任务啊，海边那边看起来是海边的任务。好，停停停停停，先帮他转向一下，我们再来往这边走。然后我记得没有错的话，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个 NPC 也这边啊。哦不，海边看起来就不太妙，因为我们上次呢跟海边有关的任务呢是要帮那个巫婆拿那个。奇怪的尸体，然后还要躲那只鱼。这个海边的任务呢，感觉可能也会有那么一点不妙。哎，等一下，这什么？灰色，灰色也可以，灰色也可以 ，OK。然后再来的话，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任务 NPC 吧？来看一下。My goodness, the others actually convinced someone to come help us. I'm so glad you came, but I simply cannot stay any longer. This island is too much for my nerves to handle.Brought all my belongings here so I can leave immediately when a boat arrives. Although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did forget my journal. 我们要帮他拿日记哦。But you put a dangerous journey for sure. But you might manage with that train of yours. 你确定吗？ I'll give you all the scrap metal I have. Just please bring the journal next time you're here. 好，没问题。哎，我比较好奇一件事哎，如果我们掉到海里面的话，会不会可以拿什么宝藏之类的啊？哎呦，好点子哦，跳哎。不能跳这边，啊，还有高兴了一下。好了，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先去帮他找日记吧。他的日记在哪边啊？我这么远，难怪他要跟我们说要搭火车哦。等一下，有物资，有物资，好多哦。OK， 我们走。对哦，他刚才有给我们那一个呢废料，我们先把它修好，然后再来那个升级一下我们的伤害好了。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是十级满等，所以我们差两等就满等了哎。哎呦，好像可以哦。好，我们再往前一点，这里应该就是我们下一站要来的地方了。OK， 我们走。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先捡一点废料，因为废料的话呢很重要。我们再来对付查尔斯也需要用到这个。哎呦，血迹，该不会是这里的 NPC 已经被干掉了吧？哎、欸，不是吧？好哦，这里也是一个火车站哎，这里可能可以躲查尔斯哦，我觉得。那么再来这个 NPC 会是谁呢？哦，等一下，这里有纸条，现在看一下。在探访之前，我用我那列美丽的老矿车把一辆闲置的轨道车推进了峡谷里。我是想把我一些比较重要的财物放在一辆轨道车上面，应该会不错，尤其是放在一条偏僻又未完工的道路上。大约一个礼拜前，我到了峡谷里，想要从那个轨道车里面拿出一些我的东西，却看到华伦的一些手下已经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些什么营地啊、基地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该如何安全取得那些箱子，我也不知道没有他我能撑多久。所以从这里看起来的话，那个华伦应该就是那一群暴徒的一个 boss 吧，我觉得。然后我们再来的话呢，可能要帮这个人拿什么东西从那个暴徒那边。然后他说他没有他的话呢，可能就撑不下去了，可能是某种药剂吧，我觉得。Welcome to Aranirum, archivist museum person. My apologies, I'm not the best with introductions, but I don't believe either of us are here for socializing. I just so happen to have a little.Business opportunity. A very special little box of mine is in a rail car. 小箱子，你看，要拿一个小箱子。But the blue box and bring it back to me. I'll give you some scraps as payment. Okay, 暴徒那边任务感觉很难呢。哎，啊，油漆，白色的油漆，可以，可以，可以。他说的那个暴徒的基地在哪边？哦，怎么都这么远啊？这里看起来火车是没办法到的，那我们应该也只能自己徒步过来了吧 ？OK， 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我们先偷偷摸摸的过来，感觉应该就是在那个后面。哦呦，里面有人吗？看
看起来没有，可是我听到口哨声呢，应该是有吧。哦，他看到我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能上去上面或怎样的吗？他来了吗？他真的来了，他拿猎枪。我被卡到，我被卡到，我被卡到了。我们从山上好了，我觉得。哦呦，我痛死了！我要现在拿那个什么白色盒子，还蓝色盒子吧。OK，我来了，我来了。哪里哪里哪里有什么盒子啊？他来了，他来了，这里吗？这里有盒子吗？盒子盒子盒子，哦，这个吧。Perfect. 有，我们走，我们走。哦呦，哦，我们先走 Z 字，走 Z 字的话不会被瞄到。OK， 对，好。这里的话他应该就不会过来了吧？先上来，先上来。哦，哎，他没有上来，他上来了。他不会进来吧？你可以回去，你可以回去，好不好？来，给你，给你。That's the exact box I needed. Now take these scraps and skedaddle. 好，只有废料而已哦。哎，不是这样的吧？不要靠近那一边好了。他还在门口堵我，是怎样？这怎么玩？这样子？好，上火车，上火车，先退，先退，直接退。问了哟。我们再来的话呢，先退回去那一个转弯区吧。好的，那么就是这个地方啦。哦，我天哪！那么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往前，再往前来这个地方。先来看这个 NPC， 然后顺便拿那个笔记本，然后再回来这个地方再换道。OK， 顺便来升级一下好了。73个废料，满等的。哎呦 ，Let's go！ 哦，好累哦。查尔斯又来吗？没有，没有，没有。OK。哎，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这里看起来好像还有一个小站呢。这个小站应该会有一些废料跟其他东西吧？哦，纸条，卸载这么多补给品，真是件大开眼界的体验。我们每天都在港口这里工作一整天，全部在从船上卸载，并把货物，并把补给品送到山上轨道。这边怎么这么难念？那里的工作，西奥多和艾迪会把他们送到我们要的那个各处的工地。光是这整套的基础设施的成本呢，就令人惊愕。华伦家族竟然在这个生意这么的成功，我实在讶异他会甘冒如此的风险选择留在这里。华伦企业 ，OK。所以这个华伦的话呢，他们是一个大企业，然后可能是在这个岛上面开采什么东西的吧。好，那我们继续走喽 ，Let's go。前面的话又是岔路，那预设的话是那一边没错。查尔斯，查尔斯，是查尔斯，那声音。好的，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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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他每次都好快。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喷火，喷火。你看攻击超高，你看攻击超高。可是过热了，可是过热了。喷你，喷你。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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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过来，等他过来。喷他，喷他，喷他。对，把他挡住，把他挡住。我们要到的点已经过了。No， 查尔斯回去啊！你已经被扣那么多血了，不能再来，快回去，快回去！等等 ，No， 他走，他走，他走！我们先赶快掉头，先赶快掉头，先回去。这什么地方？我们已经来到了上面那一边了，我们先掉头，先掉头。太快，太快了，超过太多了这边。我们再来的话，回得去吗？不行了，不能回去那一边了。啊！所以我们再来的话呢，只能先从这个主线的 NPC 这边开始。好，好，好，那我们先从这边好了，先来解那个武器任务。哎，真的是哦，查尔斯，废料就这样。OK， 哦，哦，加特林。Paul asked me to design a new weapon to help you hunt Charles, and using my extensive demolitions experience, I made this rocket launcher. 哦。火箭发射器哦！ I've been wanting to see Warren's empire crumble for a long time, so building this puppy was a hell of an opportunity. Okay. Now that you're here, I need a few minutes to remove some safety features. While I'm working on that, why don't you bring that box of rocket ammunition back here from inside the bunker down the rail? 火箭弹药在哪里啊？火箭哦，在那一边哦。好。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上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捡的东西，但我觉得应该也就废料而已吧。哦，有纸条，这里。
我反复质疑猜想，华伦要我们西家带眷来这个地狱，到底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永远不必离开，或者是确保这件事情的运作过程不会被泄露到大陆上？无论如何，我都要勒死那个家伙。保罗要我设计一个新的武器，让尤金派来的怪物猎人可以使用。如果你知道我是如何使用爆裂物的，你就能想象我尽全力做了这把火力最强的火箭发射器。华伦，你死定了。嘿嘿嘿嘿，没事。我太投入了 ，OK。那么再来的话呢，先来对面这一个主线任务这个地方 ，OK。看起来那个人在楼上。嗨，你好。I'm sure Eugene told you all about me, so I need not introduce myself. Name's Greg, by the way. In case you haven't heard already, Warren, the mind boss, is keeping 3 monster eggs locked away. Uh-huh. We're unsure why he wants to protect.The eggs. Oh. If they hatch, they would surely turn into monstrous creatures like Charles. To prevent this, we need you to steal all 3 and use them to bait Charles.So we can destroy him. 反正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彻底消灭查尔斯。那一群人的话呢，保护那些蛋，是要让那个查尔斯的后代能继续繁衍。哦，所以我们是要把它完全消灭了。北方矿场。Here's the key to the entrance. 嗯哼，好。还有那个纸条，我必须趁华伦还没发现我盯上他可恶的阴谋之前，赶快写下这个理论。我的理论就是，天知道为了什么目的，华伦三世先生企图孵化并孕育出更多这种八角的怪物来组成一个军队。他们清出探方里的残骸时，发现了一整槽的那种蛋。我们还知道那些蛋跟钻石一样硬，完全打不破。矿工使用神庙里的角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所有的蛋的能量吸光。但就在总算能够毁掉最后这三颗蛋之前，老华伦阻止了他们。华伦一定是意识到这些东西有多么的强大，而他不打算阻止保护我们抵御这些东西，还想利用这些东西来征服世界。我杠上你了，华伦。好了，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就有两个，应该说是3个北方矿场这么远哦，啊。差太多了吧，超级远的，你看。好，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先去那个地堡那边，然后把我们的那个什么火箭的那个弹药先拿回来。啊？就这样？就一个炸药？哎，好像不是这个哎，那是一个炸药而已，不是那个。炸药可能是要把这个地方炸开吧，我觉得。可是我们怎么使用啊？还是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地方可以进来里面？哦哟，这里，哎呦，哎呦，哎呦 ，OK，OK， 爆 ，Man， 它爆炸威力那么强哦，哦，差点被炸死。好，看起来是一个哦，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把那个门撞破啊。啊，我死了。好，等一下哦，3、2、1，走走走走走，不要在里面。哦，太夸张了吧？那到底多少东西啊？那只是一个铁门，好不好？我们不是来炸查尔斯的，怕爆是怎样 ？OK， 哇，这里还一堆火箭，有了。纸条，版本1失败，版本2失败，版本3飞行13秒，版本4成功。嗯哼，我们能从这里出来吗？好像不行。来，给你。Launcher is in complete working order. Yes. You take it from here. Oh, and take good care of it. 小心使用。After you're done, I have a few people to visit with it. If you catch my drift. 哦，有了，有了，有了！我们多了新的武器——火箭筒。这个火箭筒应该也是无限弹药吧？我看一下。Oh my god！啊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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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倒退走吧。我们再来的话呢，要先来这个地方。刚才被查尔斯害一下，完全都不能去了，烦欸。还有查尔斯没跟过来哦，不然就完蛋了，又要再来一遍。Hello， 你好。Say you're that monster hunter. Sasha. I must know.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with ghosts? Someone or something has been pinning exactly 16 drawings to lampposts in the boulder field every night. I always collect and burn them, but as I was looking for them last night, I began hearing 奇怪的声音。I only found half of them yesterday because of the commotion. Could you go find the last 8 and bring them to me? 还要拿最后八张？所以那个地方好像是有那么一点闹鬼，是不是啊？过去的7天，附近的实力场发生了一些怪事。一个礼拜之前呢，我到那里去厘清我的思绪，结果发现了一个灯柱盯着一幅奇特的画。我把那张图画拿下来烧，这似乎是处理异常图画的最好方法。
隔晚，我又发现了更多的图画，然后也把他们都烧了。连续好几个晚上都发现了一堆的图画，前前后后整整16张，而且他们现在还发出了骇人的阴森的声响。我觉得那个地方已经不再安全了，不能去。我猜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那里闹鬼了，也许是我们失去的队员，又可能是其他东西啊。所以你才找我去哦？啊，在那边啊？等一下，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我这边还有个 NPC 没有去哦。好啦，那我们等一下的话呢，解完这个再绕过去吧，好不好？我们先去帮那个船长拿日记，然后拿完日记之后呢，再回来这个地方。哎，这什么啊？奇怪的遗迹？这看起来是要放什么蛋的东西吧？我觉得。好，那么再来下一个日记呢，就在这个地方，还蛮近的哎。来来来，日记日记，你该死的日记在这个地方。哎，没有，不是吗？哦，这里还有个地方，有了日记 ，OK。然后再来那个地方呢，听说是闹鬼了，所以有可能会有什么灵异事件在那个地方。哎呦，虽然有点可怕，但我自己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期待。找到八幅画哦，在这里，这里会有怪吗？如果单纯的找画，那就其实还好。哎呦，查尔斯哎，什么声音啊？什么东西？哦呦 ，Slenderman 啊！哎呦，怎么有这个？吓死人！我吓一跳。啊呦，什么东西呀 ？What the hell？ 我想近点看呢。Oh my god， 这没法近看。哦呦，哼，查尔斯也来了。哎，不是吧？怎么会这样？那什么东西啊？哎，不是哎，他一个人自己来这个地方可以找到八张画，然后还要对那个东西。好，又一张，这根本就 slender 吧，这个地方。哟，走走走！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很恐怖，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Come on， 不要这样整人好不好？我们再来先往这边绕一下，画在哪里？画在哪里？哪里还有画？反正基本来讲的话呢，被他抓到的话也是不会怎么样，他就是会把你传到一个特定的地方。等一下，那是查尔斯的声音吗？有一张，有一张，有一张。OK。吼吼吼吼吼！行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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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我们能不能上去一个他抓不到的地方？不行的，这里的石头不能上去。Oh no! Oh no! 好像所有的图画都在那个杆子上面，还差三个，还差三个。这里还有一张。他好快，他好快，他好快！先跟他绕一下，这里还有吗？没有。Man， 他可能是那些被查尔斯干掉的怨灵吧？我觉得。不行，这里还有一张。哦，还差一张，还差一张，这里吗？没有。哦，还有一张，这里还有一张。咦，不见了，不见了，哦。哎呦，这里是我觉得游戏里面算第二个恐怖的地方了。你可能会想说，哎，啊，不是还有上次那个钓鱼那个地方吗？哦，不，钓鱼那个地方呢，其实惊悚感没有这个地方这么强，这个地方比较好玩，我自己觉得。好啦，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先去船长那边吧。船长的家可以进来吗？哦，可以，可以进来。然后它里面的话呢，还有一张纸条。查尔斯来了，哪里啊？哦，不是哦，那音乐哦，我一直在祈祷第一批疏散人当中会有人派另外一艘船回来，但我猜他们都以为乔治的无船还在疏散别人吧，他们全都安全又舒服的在大陆上，却无人愿意负责确认其他人是否都逃出来。我知道没有人会料到查尔斯会把船弄沉，但至少也该想想，光想到本来我们早已离开这个地方，就让我觉得恶心。所以岛上这些人算是没有疏散的人吗 ？Thank you so much for bringing the journal. I would hope.For your own good. 没有。Didn't peek inside. 我没看。But here are those scraps I promised. Thank you. 等一下，查尔斯这个时候来。哦。等一下，不要现在，我的车都还没搭到。完了。
他是来找我吗？没事没事没事，他是去那个地方找那个人的哦。没事没事，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就先往一样那条路走吧。OK， 我们回来了。再来的话呢，就是要把这幅画给那一个 Sasha。你知道这幅画多难拿吗？ Thanks for bringing me those papers. 超级难拿了。Here are some scraps for your help. 啊哈，我们还是打不开。他楼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一直在发亮哎、欸。哦，等一下，查尔斯，查尔斯，他要来了。那我们接着的话呢，先来升级一下好了。我们102个，可以把这个先升满。Yes。哎，这样在我们还没有玩完之前，就整个可以全部升满了哎、欸。好啦，那我们再来下一站的话呢，是很远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 NPC 了，我们就待会见吧。No no no no， 查尔斯来了，先退。哪里哪里在哪里？感觉应该一样是在前面，前面，先往前先往前，把他打爆。来啊来啊，嗯，哎呦哎呦，炸你！下瞄好瞄好再炸，嗯 ，no no no no， 要爆要爆 no！ 看起来我们的目的地呢，应该是那个地方，一座灯塔，可能是要帮传影像还怎么样，又或者是把那个灯塔打开，我自己在猜，有可能是这样。哦，好有趣的地方哦！等一下，这是什么？啊，开关 ？Hello。We haven't met, but I've heard lots about you coming to help us.I have a favor to ask. The breakers on the side of the lighthouse need replacing. I was recently attacked by Charles, so I'm unable to do it myself. The breakers are in the nearby supply shed. If you go get them and repair the lighthouse, I can try signaling passing ships to come help us. Oh, 发送讯号给那个船来救我们哦。Once you finish, I have some spare scraps to give you. 好，没问题，没问题。等一下哦，这里还有纸条。看海的日子第68天，我到外面进行例行的灯塔检查。当我走到建筑物的角落时，我看到了查尔斯那头怪物，他也发现了我，并直接朝我的方向冲上了山。那辆蜘蛛火车是头穷凶极恶的生物，我实在不懂华伦为何要我们留在之王岛上，而不是逃出怪物的魔掌。我猜华伦根本就疯了，以为他自己可以处理这种状况。不管怎么说，总之查尔斯直接从我身上压了过去，压断了我的腿，我没办法参加下次的会议了，只好请葛雷格尽可能带回一份你的笔记。哦，哎呀，好可怜哦。好啦，我来帮你啦。他说要换那个什么什么东西的嘛，什么保险丝哦，在那一边。OK， 看起来是那一侧。要换那个保险丝，所以我们要来这个地方来那个拿一下保险丝。哦，这个吧，有四个，四个。哎，哦，它有顺序的哦，一、二、三。四，哎呦，有了有了有了，这样船就会来了吧？可以可以。Fixing the lighthouse will definitely increase our chances of being spotted. Here are those scraps I promised. 好，那我们再来下一站的话呢，先来主线这个地方北方矿场来看一下好了，然后就差不多结束今天这一集。好，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就走吧 ，Let's go。列车即将到站 ，OK， 等一下。暂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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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停下，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这边呢、啊、哎呦，可能什么都没有。然后这边的话呢，有一个那个补给物资，好，没事，碎片，哦，是这里，矿坑应该就在前面那一边了，里面会有人吗？哎，有喂有喂，那边有巡逻的，我要怎么避开那个巡逻的啊？欸，人呢？他在后面，快快快快快，我们先进来，先开先开 ，OK。哦，又是一个矿洞嘛，这也是北方矿洞了。哦，哎呦，这说下去感觉很不得了哎、欸。然后这里的话，欸，有两条路。我们先往这边看一下好了，这边后面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吧？啊，就零件？哦，没有，这里还有那个杆子要拉下来。里面好像还有人，等一下哦，等一下哦，他要过来了吗？对，他过来了，等一下哦。他
他来了。哎呦，好，我们走。OK， 安全过来。这里如果被追的话呢，应该会蛮麻烦的，我觉得。好，开锁，电黄瓜 ，OK， 蓝色颜料。等等哦，他来喽。好恐怖，吓我一跳。好，拉杆。快！拿一下，他们应该是没有听见吧？好，没听见的话那就算了，那我们就先离开吧。好像有人又要来了，火车好像也来了，那个声音好大声哦。我们要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哦，这里有那个拉杆。哎呦！哦 no！他来了！先走！哦，怎么这么多人？哦 no！完了，怎么办？全部都这一路没有法子继续走 ，no！ 喂，也是两个人，不要！关门！哇靠！还有一个人，我死定了！我死了！啊 no！ 哎，有了！那个蛋拿到了哦，我们再来呢，来做个实验好了。我们先去引一个猎人出来，然后用我们的火车的那个火箭筒把它砰掉。What？ 有，可以，过来。哎，他会过来吗？哎呦，他会过来，快点，上来，火车，拿我们的那个火箭筒，可以吗？炸死了哦！哦，他被我们炸到，直接不见了。好的，各位，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 Choo Choo Cars 蜘蛛火车第二集的部分啊。那么希望你们喜欢。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帮这个系列按个 like 和订阅吧。好的，观众们，那我是 DK， 那我们在下部影片见喽 ，Peace out。